打铃，下课了，孩子们把饭盒拿出来了，吃午饭，吃饭。嗯，他妈打最后一排往前走。哦。哎呦！我妈真的豪爽来了。吃饭？什么意思？这是我妈吗？这吃饭啊？连吃饭？哎，还客气呢？客气。班长尝尝吗？没听说。怎么这么客气的？王老师，尝尝吗？行了，校长，没用，太客气了，也不成。嗯，具体的咱也说不清楚吧，这还说不，只能说大户人家就是这么了不起，人就强一点儿，家里有身份啊。啊，他跟我们不一样啊。嗯，他跟我有区别，我家里是正经人家，是吧？咱们家不正经。不是，我没说明白、啊、我们是普通老百姓。嗨，谁都是普通老百姓，人家家里就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他祖父啊，做官的，这当过几任官、哎、老爷子啊，真客气。很大，我哟啊，我不该这么草率就说出你祖父了。嚯，您瞧，应该漱漱口再说啊。啊，冲着狗说。不是，我应该，我先给你祖父鞠四个躬，好吧？啊，一句官人，我三个鞠躬。哎呀。您等会儿，我跟不上您这个。表达我的敬意，吓我一跳。表达敬意，他祖父这份哦了不起呀、啊，也没有什么。哎啊，你客气了。中国近代史上有的祖父，啊，对，写过这么一笔，这份儿是。哎，最早想当文人，嗯、啊，后来投笔从戎，哦，弃文从武。民国的时候，那早了啊，1922，国民革命军。哦，48师，嚯、哦，52排，当元帅。嗯，这元帅都跑排里头去了。不是，就是后来是熬到大帅了啊！从排长一点一点往上熬。哎呦，哎，不容易，改良很多武器。嚯、哦，你等你查中国现代史，有他祖父的名字，他叫什么呀？鱼屁屁。哎，这个太卡哇伊了吧？这个。大气啊，这鱼屁屁还大气，你就知道他研究武器研究的好。这跟武器有什么关系、啊、在他出现之前呢，枪都是票啊，票票，一枪一枪的单发。他研究的连发啊，那枪端起来噼噼噼噼噼噼，哎，好，打出去都臭了。我的外号鱼屁屁。哎，行，别提这名字。哎呀，有的时候人们说，你说这了不起的人，从出生到他的一步一步，是不是都跟普通人有区别啊？是、哦、还真是。那有人研究过啊，有人研究过啊，就是怎么研究，按照西方的星座，嚯、哦、按星座学来说 啊你祖父呢 是狮子座。哎，没听说过。因为狮子座，您先等会儿，您这嘴里太不清楚了。怎么了？人家狮子座。对呀、啊，狮子揍的，水瓶揍的、啊，双子揍的，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听着，反正你祖父是叫狮子座的啊，狮子座。对不起啊，你这方言掌握不好。这是方言吗？啊，狮子座的，对，狮子座。哎，他爷爷往那儿啊啊，还是狮子揍的。哎，瞎说八道，废话，干嘛老这样？干嘛大气？这叫大气啊，烫头啊！来，你这个随你爷爷，倒是个公狮子，这是啊啊！咱不懂这个，还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老爷子一出了街上都，哎呦，屁屁来了啊！这嗨，屁屁来要进街呀，是怎么着？这进街干嘛？大伙儿都出来参观，哪个？那个是，哎呦，呵，于老爷子了不起啊！哦，后边跟着10个大美女，哦，看屁屁的。没溜吧这人？废话，十美女干嘛呀？姨太太，哦，他媳妇儿，呼，跟着10个姨太太。哎呀，就十大美女，穿着高跟鞋，穿着旗袍啊。嚯，前面是这狮子，哎，这别提狮子，后边十大美女跟着，何二愣、范永眠、曹武、高师、薛仙、李霸、陈姓、冯胜、杨春、李茂，这是姨太太名字吗？这最前面是你奶奶跟着，我奶奶，奶奶叫诸葛钢铁。哎，好名字，好名字，好基友。哎，什么名字？不许瞎说啊！去干嘛去？打台球。我头回听说啊！那年间有台球，清朝末年台球
才进到咱们中国。但是不是哪儿都有，不像现在是马路边随便来菜摊旁边就是打台球的。嗯，那年头没有，租界里边就，哎，什么北京啊、上海啊、广州啊这些个大城市，嗯，大的酒店、饭店啊，会有这么一两张台球案。哦，打这个都是身份的象征。那倒是，他们家人都好，到现在他也好打台球，绅士运动有外号啊，台球界的杜蕾斯。哦。厉害，您这又错了，怎么又错了？台球界的戴维斯，我说了呢。您说的台球界杜蕾斯有什么区别？一个进得去球，一个进不去球。哎，你这么一解释，我就明白了。还是你博学，这博学哎，十个美女啊都站好了啊，这是美女啊，这是啊，还是流氓啊，这十大美女穿着旗袍啊，穿着旗袍能这架子，嗯，你奶奶站边看着你，嗯，有胡子吗？这个我奶奶能长胡子，捋着胸毛，哎，胸毛长连了宗了都啊，你啊。嗯，守着台球案，哦，灯泡都碎了。